之前都介紹過不同的有機啦、天然產品，你都應該看過啦。咁誒，餵你仲介紹？係啦，咁啊，因為咧，即係產品眾多，所以咧係不停都有得介紹嘅。咁今次點解要介紹呢一隻產品呢？第一，天氣真係凍啦，即係你睇我衣著已經知啦，係咪？咁咧，你見咧，依家咧就係即係保暖黨咧已經出沒啦，所以咧大家係要小心咧，即係俾人幫你保暖啊！即係要講一下咧，呢個咧係香港製造。即係呢個係成個由即係研發啦、生產啦、包裝啦、宣傳啦、銷售啦，都係香港啊！咁所以咧，即係要為香港人出一分力啊！咁所以咧，呢個係一定要講俾大家聽。咁可能咧，我一間講完俾你聽，你就話：哇，唔係嘛？你依家先介紹，我已經用咗好耐啦。因為咧，我有啲 friend 已經同我講咧。點解你依家先介紹嘅？其實佢有呢只同埋嗰只咧都係非常好用嘅喎。實在太誇張，冇錯，我係遲咗少少，但係唔緊要，都要講。本木聚究竟個名字有冇得解嘅咧？有得解嘅。本木聚即係咧，即係要打開本土植物做護理品嘅聚漿，勁唔勁咧？係咪好有詩意咧？第二樣嘢勁，真係有社會責任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會用合理嘅價錢去即係同農夫咧買翻啲咩咧？迷迭香啦，金盏花啦，薑啦，蜂蜜啦，其實即係頭先數嗰啲咧，都係喺佢哋嘅即係本木聚嘅產品入邊咧，係會用得到嘅原材料嚟嘅。唔單止去即係用合理價錢即係買入嗰啲原材料啦，原來咧仲即係定期咧會喺嗰啲嘅農場嗰度咧，其實都會有工作坊嘅喎。咁嗰啲工作坊做啲咩咧？咁啊，除咗你可以去。即係有時我哋去旅行咧，去日本先會哇睇人哋啲薰衣草場，哇好勁啊咁樣，何其壯觀！原來香港都有靚靚嘅花嘅，咁咧即係你可以即係觀賞下金盞花啦。咁啊，原來哇真係好靚嘅喎，咁樣一片花海係咪？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攞翻即係金盞花咧，愛嚟做一啲手工嘅作品啦。第三樣勁嘅係環保低碳，點解啊？因為咧頭先講啊嘛，就係佢所有嘢一條龍都係香港嘛，咁所以咧其實嗰、那個即係我哋成日聽嗰個碳里程咧，一定係縮到最少啦，因為來來去去都喺香港搞掂曬啦。咁仲有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如果你去過去鋪頭嘅話咧，咁其實你自己就可以攞啲樽咧去買即係沐浴露啊、洗頭水啊咁樣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堅係唔係？即係得個講字話支持環保，而係實打實作做緊出嚟啊！香港人咧好多面對係啲咩問題呢？就係、是即係依家空氣唔好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所以其實又濕疹又多啦，皮膚乾燥又有啦，壓力大，跟住導致頭髮慢慢咁樣甩嘅又有啦。咁所以喺本木聚入邊咧，基本上身體護理啦，即係。由到洗頭啦、洗面啦，到可能頭先講嘅濕疹咧，一應俱全。今日介紹第一隻產品就係咧當歸暖宮調經油，係咪聽個名字已經覺得好勁？都冇誇張嘅，我已經親身試過啦。咁樣咧點解勁？因為咧佢有四種咧，基本上咧嗰四個成分咧都係咧即係堪稱係四大天王嚟㗎啦。對於咧即係任何中醫師啊或者中藥界咧，佢愛嚟咧同咧即係同我哋即係姨媽有關嘅咧，調理啊姨媽心情有關嘅四大天王分別係啲咩咧？咁樣樣當歸啦、川芎啦、艾葉同埋老薑。咁基本上咧，呢四大天王咧就係、是你聽到個名咧，你已經覺得哇，係咪真係聽完都好似有啲想流鼻血咁啊？因為咧，真係基本上呢幾樣嘢咧，你會覺得係咧外敷內服。咁所以我哋今次嚟一個外敷先嚇。如果你每次咧即係姨媽到嘅時候咧，都會痛不欲生咧，即係又未到咁誇張嘅，但係即係好多時咧即係正常嚟講咧，都會有唔舒服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即係喺姨媽到嘅時候會有唔舒服嘅時候咧，加上依家呢個天氣咧，用呢一個調經油係 very good 嘅。四大天王，第一當歸補血活血，第二川芎行氣活血。至於艾葉並不是一般的葉，
就可以點咧，令到我哋咧即係專佢專治下焦虛寒。咩叫下焦咧？即係總之你記住咧，就上中下啦，係咪？下咧就係咧即係近子宮嘅位置啦，咁樣樣。老姜就唔使多講啦，因為姜越老越辣啊嘛，咁所以咧老姜咧就一定係可以驅寒。至於用法咧，就要留意翻咯。咁咧就千祈唔好搞錯咗，就係、是、三碗水煲埋一碗水咧，就唔係頭先嗰幾味嘅。OK， 咁樣咧好簡單嘅用法，一樽嘅調經油。咁好啦，幾時用？每次喺 period 之前三日，細聲啲講你聽下 ，period 之前三日。咁咧，你即係可能你會話，哇，點會知道啊？咁冇呃我啦，依家好多 apps 噶嘛。咁咧，嗰、個 apps 會提你啊，校個鬧鐘。咁好啦，前三日，咁啊，一二三開始用啦，未嚟嘅。然之後咧嚟啦，頭三日，一二三，即係前後六日。咁點樣用咧？攞嗰個 dropper 咧，就咧就係 drop 出嚟咧，就大概可能係即係四滴咁樣啦，四五滴咁樣，三四五滴啦，你自己 feel 下嚇。咁咧，drop 咗喺手掌嘅時候咧，然後就捽個肚煲啦，即係咧個下腹嘅位置啦。呢個勁啊！你會咧即係 sharp 一聲啊，你會感覺到咧，即係好似練功咁喎，係有一陣嘅熱氣咧係滲入去嘅，慢慢。咁當然唔係你話哇，我捽咗一秒就喂都冇熱嘅咁樣樣，唔係嘅。咁咧。你慢慢打圈咧，可能咧大概出十秒到咧，十至十五秒咧，你會發覺，咦係喎，慢慢啊嚇，咁樣咧會有啲熱力滲入去。咁另外仲可以捽邊度啊？下背，因為好多時咧，我哋即係 period 嚟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個下背都會痛，咁所以咧酸軟啊，咁所以咧下腹同埋下背都可以用得著啦。由於咧嗰四大天王嘅即係嗰個原材料一個藥物啦，可以話係即係比較温熱温補啊，咁所以咧有兩類嘅人咧，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忍一忍，唔好用住咯。你應該估到啦，第一類就係孕婦啦，第二類就係如果你咧好想快啲可以有 B B 嘅話咧，咁呢段時間都唔好用住啦。咁或者你話死啦，我真係好想用喎，我下朝好虛寒喎，咁樣樣。咁咧你可以用之前咧，你可以咧即係問一問你嘅即係中醫師，問下佢意見好唔好用啦。好，跟住要介紹嘅咧就係咧呢一個勁啦，呢個套裝嚟㗎嚇，咁樣樣咧就係老姜暖身按摩刮痧套裝咁樣樣啦。喺呢個咧老姜暖身按摩刮痧套裝入邊咧有啲咩咧咁樣樣？有得沖涼啦，有按摩油啦，亦都有一個即係刮痧嘅刮刮咁樣樣咧可以俾我哋用嘅。咁有啲咩人去啱用咧？這個咧用途廣泛啲嘅菜，即係可能你話。咦，咁咧，即係你買翻嚟啦，咁可能你嘅即係愛人或者伴侶咧，就覺得咧，咁你大佬你買支調經油咁樣樣，咁雖然依家好多時男人咧都我哋都懷疑會係有 period 嘅，但係其實即係應該心理上就唔係生理上，咁所以佢未必用得到。咁咧，但係以下呢個套裝咧就係佢用得到嘅，點解咧？因為即係女士啦，講翻認真，女士好多時候手腳冰冷啦，係咪？咁即係比較寒底啦，我哋話。咁另外就仲有咧，如果成日腰酸背痛咧，其實即係呢個就男女士都會有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腰酸背痛嘅你同埋佢咧，都可以合適用得到呢一個啦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佢有一個咧，即係姜嘅即係沖涼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咧就點解話再廣泛啲？係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即係你經歷過或者你聽過人哋經歷咧，就係啱啱生完 B B 咧，其實就有啲人就好勁抽啦，就可能一個月都唔沖涼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其實都衞生嚟講咧，都應該要沖嘅，即係細聲啲啊，唔好俾阿奶奶嗰啲聽到啦，係咪？咁如果你話要沖涼咧，其實好多人都會攞啲即係姜水去沖涼啦，因為可以驅風啦，或者係避免身體入風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有姜成分嘅沖涼咧，係啱曬你用啦。按摩油就你可以話都一雞兩味啦，咁樣樣，即係話咧，我可以捽幾滴咧去即係肩頸啦。咁第一雞係即係第一味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就咁按摩啦，係咪咁啊？基本上你肩頸膊啦，下背其實你諗到嘅地方啦，係咪下背啦？大髀啊、小腿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咁呢一個咧係特別適合呢一個天氣，因為點解咧？冬天啊嘛，冬天就梗係要暖啦，暖咧就會諗起姜啦。咁第二味係啲咩咧？就係頭先即係講話呢個套裝都有一個刮痧板噶嘛。咁我哋咧就
唔好嘥咗佢啦，就可以用埋咧嗰個即係刮痧板咧，可以去做嗰、那個按摩同即係刮痧咁樣樣。咁可能你會諗啦，就係、是、哇刮痧呢即係呢門技巧咧，應該係好深奧嘅咁樣樣。咁通常人哋幫我刮嘅喎，我自己點識咧？或者我點樣可以叫人哋幫到我咧？咁你唔使擔心啊，因為咧喺呢個套裝入邊咧有一個好清楚嘅說明書。咁所以咧你可以睇下嗰、那個即係。即係刮痧注意事項啊，或者你咧看圖都會識字啦，咁樣樣，所以咧你會知道可以點樣做到啦。要介紹第三樣產品啦，即係喺本木醉入邊咧有 N 樣產品啦，咁都要多謝咧 Kaya 嘅即係細心啊，因為咧。可能見到我咧，即係日跑夜跑咁樣咧，即係冇停過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，可能佢都知咧，我要試準咧，即係全香港嘅止汗膏好、香體膏好、天然成分嘅點樣樣啦。咁咧喺本木醉入邊咧，有三隻味嘅止汗膏嘅，有分別係西柚、天竺葵同埋玫瑰。咁依家試用緊咧就係玫瑰，咁基本上咧。你可以睇睇個片段，嗰、那個片段咧就係、是、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話可能你會見到咧一支咧，即係咦好似好細支咧，其實咧你擠起上嚟，同埋你每次用完嗰個份量，你就發覺咧，哇，三支真係有排用啊！所以咧，我內心係超感謝 Kaya， 多謝。咁所以咧，可以咧，即係首先去睇完即係呢個片啦，咁你可以咧快啲 click 去本木醉嗰度去睇下，其實佢哋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產品，咁你可以上去睇下，應該總有一樣咧係會啱你去用嘅。咁啊，多謝你即係今日收睇呢個嘅阿桑 channel， 咁咧臨走嘅時候。即係定係喺呢邊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咧撳個掣就 subscribe。咁希望下次咧就可以介紹到咧你想知道嘅產品。咁啊，下次再見你啦，拜拜。